冷知识40条有趣的冷知识， 99.9% 的人都不知道，绝对震惊你。一、右撇子的寿命平均比左撇子长9年。二、人一年呼吸大约1亿次。三、人体有600条以上的肌肉，微笑只需要17条肌肉，而皱眉需要24条。四、人体最有力的肌肉是舌头。五、手指甲的生长速度是脚指甲的4倍。大拇指的指甲长得最慢，中指指甲长得最快。六、人吃太饱听力会变差。七、戴一小时耳机，耳朵里的细菌可以增加700倍。八、你的胃每两周就得长出一层新的粘液，否则它会自我消化。九、人类胚胎在三个月大时就有指纹了。十、人舔不到自己的手肘。90%的人看完此条会试着舔自己的手肘。11. 打喷嚏时无法睁着眼睛。 12. 世界上最年轻的父母是1910年一对中国小孩，分别是8岁和9岁。 13. 切洋葱时嚼口香糖就不会流泪。 14. 人的心脏可以产生把血液喷出30尺高的压力。 15. 人睡觉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 16. 你的家中多数尘埃都是你的死皮。17. 血管长度可以绕两周地球。 18. 一条长颈鹿的舌头有2尺长。 19. 一只牡蛎的性别会由男变女，此后一生中还会变个几次。 20. 你键盘里的细菌其实比厕所的细菌还多。 21. 玻璃球的弹力比橡胶球要更好。 22. 木星上会下钻石雨。 23. 人一生中剃掉的头发有9到10公尺长。24. 一朵云的重量平均是 49.9万公斤。 25. 牙齿最多的动物是蜗牛，藏在它们嘴里的粉碎机有 2.5 万颗牙齿。 26. 老鹰是可以在空中交配的。 27. 如果能够把一张纸折叠42次，厚度可以抵达月球。 28. 血液循环人体一圈只需20秒，如果一个人活到80岁，血液会在他体内循环1,2,614,400圈。29. 猪无法看到天空。 30. 鸭的叫声是不会有回音的。 31. 人不睡觉大约10天就会死亡。 32. 如果月亮正好在头顶上方，那么你的体重会稍微的减少。 33. 男性叫女性视力好，女性叫男性听力好。34. 尿液在显微镜下非常漂亮，七彩的。 35. 蚊子是有牙齿的，而且是22个。 36. 两个拳头的周长是脖子的周长。 37. 肠子长度是身高的4至5倍。 38. 打喷嚏太用力可能会使肋骨骨折，但强忍不打可能会使脑中或颈部的血管破裂。 39. 灯泡不能塞进嘴里，会拿不出来的。40. 屁股的作用是维持我们奔跑时的稳定性。播报完毕，谢谢收看。